好，正常呢，我们就可以用馅料来开始包装了。我们250个一方，我们基本上都是250个。我们这个重量还是比较标准的。在包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要根据产品的那个软硬，那个磅数不能调得太大了。啊，一般都是250到260之间的这个重量。